大黑狗，你们也来了呀？哎，大黑狗，你的实力怎么增强那么多？本王被神帝后人围攻了，幸好寻到了三枚血妖果，可惜剩下两枚被夺走了。嗯，你小子实力怎么也增强那么多？偷吃什么天材地宝了？乖乖，这种雷焰可是只有在大道雷劫中才会出现。等你们修为高了，可以去圣域，那里还存在着大道雷劫。圣域，据说那里是世界的核心，强者如林，年轻至尊恒立，动辄都有毁天灭地的神威。传闻上古战神宫擂台之战激烈无比，我也想去看看。出发吧，本王也要去。不急，我最后还要去趟大武道碑，那里的传承之力对我很重要。让我先来试一试。这是什么？这怎么会有火焰印记？好强的丹焰！什么？金霞冲顶，这是夺下头衔的征兆。我们快过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嗯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这竟然是丹道印记！天哪，他是谁？哎，好像是星辰学院的弟子印韵。都闪开，该本王了。来，怎么可能，这大黑虎有如此实力，竟然和刚刚的叶韵拼裂。大黑，你倒是给点力啊，把妖域至尊给压下去。啊，竟然和逆子拼裂。该我了。天哪，道破了妖域至尊的记录。这大武道碑的传承果然恐怖。怎么不给道发放神通，妖域至尊都能得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家伙眼中有些兴奋，估计是已经得到了传承，和武帝的这一战这下有看头了。我们的事情办完了，走吧。武帝，我来了，属于我的东西该还我了。来了。他就是道？不可能吧，这么年轻。我以前见过，可别小看他，连妖域至尊都折在他手里，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和武帝一战的资格。开始吧。道，这一战可让我好等。来，至尊擂台一战。紫薇烈天，金霞灌顶。不错，看来你也得到了一些造化。让我来看看，你引以为傲的肉体究竟有多强。别废话，来战吧！满足你的愿望。去！这难道是杀生万剑？道陵这小子麻烦了。真龙金血灭，什么破体术法？道陵这小子从哪儿搞来的？喂，
我的本源可好用？倒不愧是原本的圣体，必须全力以赴。很好用的。是吗？他在你身上待得太久，是时候拿回来了。想要夺回本源，你还不够资格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糟了，躲不开。星辰之力。你挡得下第一击，还能挡下第二击吗？雷神拳，麒麟臂，果然只靠这样无法击败你，那就试试这个。结束了，圣体不是你可以拥有的。龙行大劈。